除了老 K， 他是我见过蓝之山手法最硬的男人。大家好，我们来看天空打火之的一个精彩对决哈。要学技术还得看情况，有些神级的，比如说老 K 的，他们的打法你都学不到。哎，这波失误了。牵制一下，继续射，好跑炸，突然启动，拿下。好看二发大师表现，左边，跑出来跟你搞，哎呀，这下就疼，收都不及，继续顶，顶个角落。好，再一次抽边抽下蓝，大师这一下得把气攒起来了，要为后面的大门考虑了。你看没有，再继续断球哦。太贵了。好，这样可以去死了哈，两个戏真的可以去死了。大师的任务就是奶爸。楼底大门上来了，机会来，等机会。好，跳低打一个最低点哈，带入一个原始蓝之山。大门只要他的跳低落地啊，他就会带蓝之山，而且他是无责任的，不会下跪的。可以这么来练一练哈，哎呦，被抓了，大猪应该 AB 过去吗？摸一摸，啊，头上回来，这个震撼很精准，一脚，又响了拦住枪，再一脚，又想打头上符哦，哦呦，好快啊！打地之后直接拦住伤，跑都跑不掉嘞。这是有反三的节奏。一脚，来投，漂亮的拦住伤。然后，你投过去吗？嗨。我去，这个延迟蓝之山是真的六啊，就这么反三了吗？牛牛牛啊！好，那就。